冰一下，刚刚好。苏毅，我宰了你！一个拳打，一个脚踢，你们的仇先暂时报到这儿。霍龙，等会儿还有笔账单独跟你算，就不另外请教了。 都先跪着，放肆！不关我事啊，我没得罪你啊。这一杯，竟落井下石。放过我，我是被逼的。苏毅，你这样对一个姑娘家畜生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 你也想来一杯？你还欠小峰一句道歉。小峰，我错了，我违师鬼迷心窍，踏上了贼船。好，霍家、金家，现在还要算上张家、余家、云和郡城的大家族，被你得罪了大半。苏毅，你怎么敢？最后一杯酒敬你。 你还记不记得冯晓峰的赌誓怎么断的？苏毅，你死定了！严家定不会放过你。放心好吗？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干杯！住手！周长老，务必将此疗碎尸万段！诛杀此疗！苏毅，你怎可忘记诸位老师的谆谆教诲？ 在这洗砚之地猖狂行事，我清河剑府何曾教过你们如此行事？周华秋，既然你来了，那我也顺带敬你半杯吧。此疗猖狂至极，喝一杯酒便出手伤一人，周长老小心为上啊！张公子无恙，看来你是专对同门痛下毒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 我刚进清河剑府那几年，这些人不停骚扰，折辱我和风小峰。在我成为赘婿离开之后，还因为争风吃醋打断了风小峰的双腿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苏毅，你功法有长进，为师很欣慰，但睚眦必报动手行凶，和当年欺侮你的那些凶徒又有什么区别？看来半杯敬你还是太少。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依然打算执迷不悟。敬酒要敬个明白。周怀秋，你不配为人师表。放肆！寒门受辱不闻不问，年云桥欺压其他学生，你一向视而不见。我今日稍作报复，你便出头大喊饶人，其中原因为何，我不说，你自己心中应当有数。你身为师长，传的什么道？ 受的什么孽？难怪你教出的学生一个个嫌贫爱富，沆瀣一气，相较而言，半路辍学的莫天理倒显得可爱许多。一派胡言！苏毅，我对你关照过少，心中有怨，我能理解。只是仗剑行凶，绝非处世之道。我曾用吊绳在小旋风踩到一株三十年的朱果，返回时却被霍龙勒索。 交出朱古后，霍龙出尔反尔，割断绳索，我跌下山崖，万幸落入林海，才捡回一命。此事后来被霍龙父亲压了下去，不了了之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自己亲手讨回公道，何错之有？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对我的学生行凶。也罢，往日剑府君受我，今时山河我还君。